他现在听得懂你说话的没？他听不懂，我让他出来，他现在还没出来呢。Sushi，那个花生酱。啊，他可以吃花生酱的吗？对呀，狗狗最爱吃花生酱，超爱吃的，超可爱，是不是超好看的？真的，这个 Sushi，笼子虽然是你新买的不吗？是啊，这个才是我新买的，这是他那个飞机的那个。对，我还想说你怎么给他搞个这么小的笼他还子？没出来呢，现在还没从飞机那个笼子出来。为啥他怕吗？还他是有咋？点怕。好萌呀！天哪，你看它呀，超可爱的，一只狗子。他都不叫的。对，它一直都没叫过。Sushi，那你能你抱它，它还怕吗？我没抱它呢，还，我想把它抱出来，现在。但你看我还在拍它，太可爱了！你什么时候来看它？天哪，我要去看它。苏太西，萌了，怎么办？天哪！have some water, 苏西。那你都给它，就只吃这个吗？没有啊，这不是狗粮吗？它已经有粮了，它知道饱的。我现在想要带它出去上厕所，但它现在不愿意出笼子，就脾气很倔。先把它抱出来呀，我觉得。违背它的意愿吗？人家是个女孩那你要一点点引诱它出来吗？那我觉得有点费劲。对呀、啊，我真的引诱它好久了都不出来。Sushi，good girl，come on！你看它有点怕我。Sushi，那当然了，刚见你，太萌了，天哪！Sushi，come here！Sushi，play with me！Sushi，怎么这么可？是不是超可爱的？你看宝静家那是什么鬼？好，OK，我试一下，你先等一会儿。拿不出来，我不能抱着他的脖子，抓着他的脖子让他出来啊！我得抱着他的腰啊！但他现在，你看我手一过去，他就整个人缩在里面，吓坏了。Come here，开始吃笼子了。Come here，baby。Come here。太萌了！你还要看吗？哎，出来了，Come 出来，here。马上出来，快抓紧时机！我的 ，Come here, sushi。他觉得我这个勺子里没有东西了。Good, come here。Come here。他特别有原则，他就是不出来。又然后回去了，死引相。诱几天才行。Come here, baby. Come here. 太萌没了！了，吃光了。我再去挖一勺吗？难道？那它能吃多少呀？它有一天。不知道啊，你还要看吗？真的难为我了，好累啊。Sushi, come here. Okay, come out. Baby, come 太萌了！here. 主要是你太凶神恶煞了。我感觉我要用另一个神器了，新买的玩具引诱他，看他用哪个玩具比较好。你觉得他会喜欢这个球吗？Sushi，Sushi，Sushi，弄点，Sushi，Sushi，
喵你 Sushi 他就吓死了，我一动他就吓死了。 Sushi look Sushi Sushi look Sushi。我现在不知道他是喜欢吃的还是喜欢玩的，如果喜欢吃的我就拿吃的引诱他，喜欢玩的我就拿玩的引诱他，可能还是喜欢吃吧。对，好，我再去挖一点吃的。这笼子真气死我了。 Sushi come here。 Sushi 太小了呀，他在里面待着，但他都待着。哎呀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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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n't。 Sushi come here。 Sushi come out come out alrighty。 Sushi 感觉也好这个说半天根本不想理你。很有主意。我觉得你需要花几天时间才能把它弄出来。他想上厕所他就出来了吧。哎，他知道来上厕所。他应该知道啊，你看他笼子是干净的，你看他都坐飞机坐那么久了，他肯定想上厕所。Go potty, go potty here, sushi. Go potty, potty, sushi. 能快回来他这里耶。对啊，我就这个是给他的 training pad。Sushi. Sushi. Sushi.